阿诗，你的这个前妻也太不要脸了，都跟你离婚了还要缠着你，你赶紧把他赶走，我不想看见他。这是你将来的地方吗？小燕，别生气，这件事情交给我来处理。走。死丫头，我离婚了还阴魂不散。彤彤，陆静池，我做错什么了吗？你说什么？那你为什么不要我了？是谁给你的勇气说出这句话？陆家曾经给你的一切，你都带不走。净身出户吧，江南。你怎么？夏言说的对，我们离婚了就不应该再有牵扯，让我离开。夏言说的话你记得倒是清楚，我说过的话你是一句也记不得是吧？我有没有告诉过你不要离开这里？不要离开这里。你想干什么？你去玉江亭干什么？看来我只有把你锁在这儿，你才会乖乖的听话。林正，在。没我的允许，谁都不准放他出去。是。